小叮当啊。哎、啊，我是讲英文，小叮当的话是讲日文，他是日本人。对，小叮当是日本人。好吧，来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啊，是哪一个人叫小叮当？那我下次给你看好不好？是铃鼓吗？不是啊，你不是有个洋娃娃叫小叮当吗？在哪里？有个很大的那个蓝色的洋娃娃，是不是有两个小叮当的洋娃娃？小虎吗？是小叮当。你有一个带回妈妈带你看好不好？我会。你先念来，先念完妈妈带你去看。宝宝看这里，看这个，这怎么念？工程师。模特儿。好棒，模特儿。还有两个。哪里来的？这个就假装是钱啊。还有哪一个？还有哪一个是你会的？这个字卡。对啊，其实字卡当中是钱啊。来，还有哪一个？还有底下。还有什么？哪一个？还有呢？这个是设计师。宝宝看这里，你今天不会，然后你看你明天就会了，宝宝。妈妈，你看我把那个绳子通通都给拿下来。你知道这个是谁做的吗？做成这个形状漂不漂亮？就是设计师做的。那设计师给三米呀、啊？设计师。设计师做很多很多东西呀、啊。设计师做完了这个，然后去三米家给三米玩啊。对，应该是这样的。不是设计家做好了以后，设计家放在商店里面卖。三米的妈妈跑到商店里面去买，这样你懂吗？那三米的妈妈跑到商店里面去买玩，买这个。买项链。买项链呐、啊？对，然后设计师做好以后，他放到商店去卖，这样子，你懂了吗？嗯、好，宝宝说设计师。为什么三？应该是三米和爸爸还有三米的妈妈一起去了吧？对，大概是这样子。宝宝说设计师，说设计师，宝宝说设计师啊，说设计师。设计师。哪个字是设计师？你自己慢慢看。设计师。好，那这是艺术家。厨房。厨。厨师。好棒，厨师会的，给你一个。好来，宝宝，那这个你看，这个是。它叫甜甜圈。对，那是甜甜圈。好，宝宝，宝宝，请你看这里好吗？不要看那里。很棒，这是艺术家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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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这里还有哪个是你会的，宝宝？你看这里，这个会不会？圈甜甜。对，甜甜，这是什么？圈甜甜。圈甜甜啊！你很会发明啊，是不是？叫它甜圈圈。好了，宝宝，这是什么？看这里，宝宝，你看这，这你会的。你看这里，宝宝，圈甜甜，宝宝，来，真心，这什么？司机，说再说一遍，司机，司机，我这个没有卷舌，是司机。妈妈，我是说这里一下，别人是司机，司机。但是我们这个不卷舌，我们这个啊，我假装的，机。那我假装的。对，司机不卷舌。那司机会不会？司机算会吗？司机不会。说司机。司机。司机是做什么的？我要甜甜圈。那你要不要这个？要甜甜圈。要不要起司？好。也要起司。我要吐司。你要吐司啊？要不要起司放在吐司上面？好。叫做起司吐司。Cheese toast， 对不对？好来，宝宝，这个会不会？这里，看这里。妈妈，起司和面包加在一起叫什么英文？叫做 cheese toast。哦。就是起司吐司，吐司是什么 ？Toast。起司吐司。cheese 放在面包上面应该不是起司。其实放在面包上面烤一烤就融化了，好不好吃？来，宝宝看这个，这是什么？记者。哪个是记者？你告诉妈妈。宝宝，你可以告诉妈妈哪个是记者吗？记者。好。那这个是什么？
爸爸，你要专心，我们很快就念完了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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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你会的，赶快念。这个是什么，宝宝？图。这个是什么？看这里，不可以抠。我没有抠。那你的手为什么要藏在下面？妈妈，我是拿这个东西啦，我是拿我手上的心啦。好，那这个是什么？消。宝宝，好好念，这是什么？圆。好吧，这个职业，这个呢？律师，律师，医生，医师，医师，会计师。哎，还没。哎，你刚刚这个三，你刚刚会一个两个，会一个两个，对不对？这个职业会不会？职业。这个呢？这什么？受伤人。律师。律师。那宝宝会医生跟会计师，这给你们这一块。好，来，宝宝这里来。好，快点。来，你先把你会念的念一念，哪个是你会念的？时机。时机。再想一想。时机。这个不是时机哦，这是。鸡丝。有没有卷舌？鸡翅。鸡师，鸡师，这个是老师的师，对不对？鸡师，老师，对。妈妈记不记得老师？好，老师，老师，是谁教你讲老师的？写字儿，写字儿，谁教你讲写字儿的？写字。好，来，宝宝，写字儿，好，来，这是什么？大便。妈妈，我打遍了。这不好听了，宝宝，不说了，来，这里面。批遍。好，来，宝宝，这是什么？逼遍。念这个。bra。念这里。bra。宝宝，念这里。bra。妈妈，你还记得 bra 吗 ？bra 大概记得吧。bra 就是这个角色的意思。哦、oh，bra， 对不对？妈妈想起来了。宝宝，来吧，念警察。警察，警察，警察。